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，欢迎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利庚·伊明巴海、国务委员杨洁篪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等出席欢迎仪式。陪同多斯桑托斯访华的有国防部长、外交部长等。军乐团奏安中两国国歌。鸣礼炮21响。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。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，观看仪仗队分列式。随后，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。多斯桑托斯是应习近平的邀请，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。